变成这个一个画啊，有画贵人讲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陈阿妈，今天是新传媒在新加坡的新达城商场在搞活动，就是兔年在搞活动，这是福气亭，就是在这边搞活动，每一个人拿一个卡就可以玩四个游戏，是免费的。是开运食物还有幸运活动会是什么呢？还有三个生肖数哦，属鸡的朋友们要留意什么呢？小朋友在玩游戏，这些活动全部都是免费的，新传媒，新加坡新传媒组织的。知道吗？对，要不是白色就你暗淡的话，差不多。有玩游戏，还有吃的。哇哇哇！这个中间好游玩，还是要真的。每个小朋友发一个金币，在这边。基本上有那个鸡汤高唱啊，哇！连苍蝇都被吸引住了哈。然后那个绿色那边呢比较鲜艳一点的，我就把它切成啊，你要切粒都可以，最后摆盘的代表。都心思哦，你看，苍蝇来就是代表。OK， 一直等大家都可以在家里尝试一下，然后现在我们又看到 Ben 大概是以怎么样的方式？好 ，OK， 谢谢 Ben 兄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 Ben，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开始慢慢的来排队了，对吧？对，可以直接呢在我们的这边梯级下方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就会形成队伍，让大家跟他们一同拍照。如果下方拍手拍照，哎呀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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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要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把福气带给大家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我们的哈皮兔，哈皮兔，哈皮兔，快到，快到，快到。